现在已经到了龟岛，他们现在要进食，啊，他的行动非常的缓慢。他们两个都100多岁了，这个是137岁，这个150多岁，真的是这个生命有可能不再运动，真的是有可能在建议静养，啊，他除了进食的时候他动，剩下时候他是不动的。你还吃不？他牙可厉害了，可锋利了，你看。我要不给他，他就捡地上吃了，他就会饥不择食了。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龟岛园，可以放眼过去看一下，特别之多。然后这边那个小朋友也是在给喂乌龟，他不怕，胆子好大啊。包括那边可以看一下，非常多的乌龟。来，进过来看一下来。还有两个小鸟过来了。今天呢，他们好像是这个非常懒。哇，这个好大哦。这个是190多岁了，来可以看一下，给个特写来，不是很清晰，190多岁。你还吃吗？啊，他不吃了。见到乌龟，走好运，祝愿在2020年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家人们。啊，很多地上很多那个白菜，给他们吃的白菜，他们是主要是不是肉食动物，主要是以蔬菜、树叶为主。看那边。眼瞅瞅的看着你，你看这个，它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它非常的勤快，不吃东西的时候它就往那地上一趴，一动不动，啊，是，一动不动是那啥。小朋友很可爱啊，小朋友很可爱，咱们往那边去看看，那边还有很多啊，咱们去看。哦，这个挡道了，我挡他们道了。来摸摸头。哦哟，你不怕呀？我一摸不应该缩回去吗？他怎么不缩了？吃不吃啊？吃不吃，大哥？吃不吃？他不吃啊，不能喊大哥，得喊乌龟爷爷。皮都皱了，你看上了年纪了。